其實好多年咯，呢部戲都成四五年。四年好似話，四年。起碼四年幾五年，四年幾五年。嗯。有冇啲回憶翻翻嚟啊？拍嘅時候嘅回憶。其實已經冇乜回憶啦，因為我覺得太耐唔知道有一部咁嘅戲，因為突然間佢又上翻，有冇通知我？冇通知啊？有冇通知？即係佢通知已經太遲通知啦。我話哦，啱啱我又拍緊其他啲戲咁啊，我又喺紐西蘭拍緊，佢話突然間你話上。咁你配唔配合到宣傳？我配合不到啦，佢太遲通知我啦，同埋即係佢哋太多太多電影嘅創作人，即係太多個崗位去太多抉擇人啦，都唔知邊部即係邊個抉擇邊部戲，所以你都要問翻香港嘅電影公司啦，我都唔好擔心票房啊，即係冇得擔心啊，又唔係我係監製，如果我係監製嘅嘢，我就 make sure 我啲嘢就 quality 啦，譬如好似上一次拍追龍。拍大師兄嚟緊拍《肥龍過江》，呢啲係我自己 handle 到，所以點解我一定要堅持翻自己要做翻嘅監製咯？如果唔係，因為啲而家啲投資嗰個崗位太多煩，太多人啦，即係太多嘅點講啊 ，too many cooks and 就係 in the kitchen， 係咯，所以太多方啦，都唔知邊個係抉擇咗啊，咁我都控制唔到咁。我作為一個演員，咪做咗自己應該做嘅嘢。